第二集呢，我们翻译成日文版本，然后把它进去到日本去。那第三集一出的时候呢，竟然收到从日本来的讯息说，什么时候第三集要出？日本人已经在等了，所以表示说我们这个接以这个一本刊物做国际接轨，已经小有成绩了。